按这个无去啊！你第一夫人要去，大家搁对不对？啊，真正需要总统的时阵无来啊，你来第一夫人，嗯、啊，这对台湾人要怎麼交代？哦，我回答讲，周美青的行程，马英九怎么会不知道？嗯，周美青是第一夫人，那国安局是24小时对调调的，没、去对国安局唔知、啊，国安局没汇报哦，这个侍卫长，啊，甲总统报告讲，即卖周美青走去对，所以这个都是政治操作嘛，对不对？嗯、啊，我有多好去到遐。计价的李亚力，对不对？这个新闻操作上，这个操作的痕迹实在是相当明显了、啊。我是干嘛？我是来干嘛？讲总统其实吼，那公民算命里面总统不用这样嘛。你就是很老实的向人民报告，说我做了哪些事情。嗯、这个就总比你第一夫人这种零星式的啊，有些可以读这个故事的，大家知影小朋友干嘛欢喜？你应该是要送每一个偏乡的小孩一本教科书嘛。嗯，或者是送他们一些这个政府可以帮助他们做的事情啊、嗯！你不是说叫一个总统夫人去那边啊？你总统到底是在做啥？我一定要强调讲，因到底有没有童心啊？嗯、我请问一下哦，真正讲，周美青要甲马英九助选，伊敢袂甲某敢袂甲人讲，我安怎甲你做算较有帮助？嗯，嘛爱问一下讲，我安怎做对你较有帮助啊？大家会来讲一下，那有可能讲，我做算我就来去，我真的是觉得哦。是不是周美青也是碍于所谓的社会的这个压力，或者什么世俗的看法，讲、啊，可能我无出来吼，会向恭维啊再出来一个安尼尔，所以这个看起来很怪呢。马英九要逆风高飞，啊，周美青是半无假钞，对不对？这个怪，我讲就现在想无呢，怎么会说一个要出来助选，而且是最重要的一款，最重要的人啊，无交接的呢？不？无得讲话，我以前媒体确实吼，拢甲包装了那些。对，嗯，我吼，那无笑的时阵啊，人讲面卖遐臭啦。嗯，就咱夫人啊，面无笑的时阵，人讲酷酷少。完了，阿妹啊叫我酷酷哥。讲以后。